他的感人故事，让奇迹出现。我肚子里面有1000多颗水泡。那这个泡泡不会影响你生育吗？对，不能怀孕。你要跟你老公说什么？老公，对不起，但是我会好好照顾自己。来抽吧，请锁定今天的《新十点好事》，老天眷顾啊！